我们是绝代说 Q， 我是大 Q 宗岳，我是小 Q 维林。今天我们要来盲测炸鸡。身为最会吃炸鸡的我们，猜炸鸡一定猜得出来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超会吃炸鸡。可是眼睛闭起来，那个所有的观感都会降低。那不会，眼睛闭起来，你的五官都暴增，因为眼少一个感官，所以你其他都很厉害。所以我们今天买了很多的炸鸡，有五家，一个是麦当劳、肯德基、拿波里、胖老爹，对，还有最后一家是美墨炸鸡。对，我们两个超级爱吃美墨炸鸡，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去吃一次美墨炸鸡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赶快来盲测 ，Go！猜拳赢的决定谁先？好，然后不，你决定。你先。好，我先。好，因为我们怕摸形状会知道是哪一家，所以我们用味的方式。开始了。好。好紧张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测喽。好。好紧张哦。还有纸袋的声音哦。就给我拿吧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，要开始第一个了。好。请吃炸鸡，好吃吗？好吃，我知道是哪一家。好，第一罐可以。好，第二个啦。好，第二个。好了吗？好，好，二号。哎呦，你是吃？皮也要碎哦。哦，我知道，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味道，可以，这一块粉比较多，皮比较硬，应该说皮比较脆，可以，好了，跟我说，好，往前，是第三块，对不对？啊，糟糕了！这个好像哦。它的肉蛮 juicy 的。糟糕了！等一下，我先想一下，先等一下。你要先吃下。不行，我的味道一直被盖掉，因为太多一次太多味道了，我会搞混。这一块的话，我要想一下哦。好，下一块。先这样，好，下一块。哦，太明显了，这块太明显了，我不知道哪一块，这味道很明显。好，这块我知道，我第三号比较不知道。等一下，我先吞一下，好大口。先这样，下一块。这是第一只哎，这个。哦，这块我知道了，我知道答案了，这块我的最爱，那味道就不一样了。确定？哎，等一下。对啊，没错，它有一个那个特别的油的味道，很好吃的油的味道，臭油味。对，不是臭油味啊，香油味，不是香油啊，反正就是炸的油的味道。好，我要猜喽。第一个，第一个是那个肯德基的，啊，第二个，第二个是拿波里，因为拿波里我觉得它的皮比较厚，我之前吃的时候啊。好，然后第三个我现在可以确定，因为我本来在挑说是胖老爹还是那个美墨，但我确定是胖老爹。嗯，第三个胖老爹。对，第三个胖老爹。好，第四个。第四个是很明显就是麦当劳，麦当劳味太重了。好，然后第五个，对，麦味超重。好，第五个。第五个是美墨炸鸡，我最爱。好。好，答案确定。好紧张。我不能辜负我这个吃炸鸡达人的那个名誉耶！耶，我也很有机会可以赢。真假的？快点！好，打开。二一，第一块是我们的肯德基，第二块是我们的胖老爹。你自己说胖老爹不好吃。哎呀，好，第三个拿破里。啊，我这两个错了啦。就等于你错两个。然后第四个没错，就是麦当劳。第五个就是你最爱的美墨，还是错了？耶，错两个，
啊，好，那看你多会猜。好，那接下来换我了。好，换你喽。好紧张。有没有？还是很漂亮。嗯，好了好了，好开始喽。第一块。好，这边。戴上去有一种不安心的感觉。来吃喽。可以吗？品尝很久哦，可以吗？好，再来哦。第二块。可以哦。奇怪的味道。好。好，第三块哦。来喽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呦，感觉很厉害哦，好像都知道一样哦。好，接下来第四块。好，第四块。可以吗？你是不是吃到骨头啊？没有。哦。那我们讲一下。想下吗？可以吗？好像闻那味道。很难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很难，对不对？最后一块，来第五块，给你吃这边好了。哎呦！很难啊！就说很难吧。我先猜，第三个是拿坡里。第三个是拿坡里，好，你的答案好。然后第五个是肯德基。第五个是肯德基，好。第一个是麦当劳。第一个是麦当劳，好。剩二跟四，也剩两家。第二个是很明显的两家。第二个是胖老爹，胖老爹吗？好。第四个是美国炸鸡，第四个美国炸鸡，确定吗？做的对。好，好，你可以打开眼罩了。你只对这个，真的？对你这两个你错了，你反了。你第一个猜麦当劳，但是他是胖老爹，然后第二个才是麦当劳，然后这个是肯德基，这是拿破里，你也反了。你整个只对一个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是哪一个？这是美墨啊，你最会的啊！哎、欸，你太逊了嘞！我都错两个，你错四个，你就对一个、欸。啊，我以为我会全对、欸。哎呀，太逊了，太逊了！我们只有美墨猜得出来，其他都会错，太逊了，太逊了啦！那你觉得哪一家最好？我觉得美墨吃起来是最舒服的，而且它的汁很多。我刚才说有一家味道很怪。忘记了、欸，你是吃麦当劳味道很怪，麦当劳，你刚刚吃麦当劳说味道很怪，但是麦当劳的味道是比较，它有一个特别的麦当劳味，这闭上眼睛这很难猜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挑战盲测失败，我大失败，你只对一个，你错两个，我错两个，错一个，两个猜错了，然后其他是对的，对啊，好难哦、喔，这超难的、欸。大家喜欢吃哪一家的炸鸡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对，这五家，我个人，我们两个最个人是最喜欢吃美墨炸鸡。对，我们最爱吃美墨炸鸡。但是美墨炸鸡只有在台北的天母还有北车，还有北车金站里面有卖。对。所以其他要吃，可能要跑来台北来吃。可以啊。但是美墨我们觉得最好吃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这样子喽。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可以啊。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